OK， 大家好，我是猫选。那今天呢，我们玩的游戏呢是杀戮天使，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子拍影片了。那么之前都在拍 TF2， 但是 TF2 录起的时候会荡荡的，所以现在开始来录一些比较算是低画质的游戏吧，然后也讲讲故事，放放松心情。好，那我们先直接开始玩吧。可以。说实在的，我平常很少在玩这种 RPG gaming 或是这种平面的。看一下哈，方向键移动 ，Shift 冲刺 ，C 决定对话 ，Enter 或调查红白，把取消选项选单 X。强制结束游戏 ，OK。Z 是万用键，然后 X 是开选单。点点点点点，来，蓝色的满月，现在是晚上，这里是，我也蛮多疑惑的，我确实来到了医院，是啊，这里好像是诊疗室呢，总之得赶快回去找爸爸和妈妈。天哪，瑞伊。不自然的蓝色月光照进来了，好蓝好美的月亮，但是好像不是真的呢。是，这应该是我刚才起来的手术台吧？是，摆着白色椅子。我们今天只能出去而已。这里不是我知道的医院啊！你被诱拐了，大姐被诱拐了，瑞伊。好像得插钥匙卡才行。那写字哎，墙上写些什么呢？你究竟是谁？是什么人？应由自身来确定，是真正的姿态，还是希望的姿态？是天使，还是活祭品？只要明了自身，免便会开启。问号。又有监视器，然后这边有台电脑，我可以开启电脑吗？真的只有这个是镜子，其他是什么？电脑打开嘞，对啊，其他的不是镜子哦，那片是镜子，看一下哈。电脑自动开启电源，接着启动了像是程式的东西。开启情报画面，进行资料记录，请回答问题。你的名字是？我名字是点点点，瑞伊、瑞吉尔、加德纳。年龄是13岁。小萝莉耶，为何会身在此处呢？我来到医院时就注意到，我到医院来注意到时就到这边了。为何？会调小声一点吗？不知道，好，不能调。为何？点点点。为何？为何来医院？天哪，这电脑好烦哦！因为看到有人死亡，看到人被杀死的景象就在眼前，所以我就被带来接受心理治疗了。今后你想怎么做？我想从这边出去，我想叫爸爸和妈妈。记录结束，现在发送游戏开始用的游戏卡啊，钥匙卡。天哪，这是什么 play a game 吗？还是什么？输出了卡片，获得卡片，用这个的话就能从这里出去吗？但是游戏开始用是指什么意思呢？游戏专用。看一下哈，
先放进去吧，接着可以用。Play again， 呵呵，天哪！电梯在往上，正在地下室吗？现在位置没那么低啊。身在最底层，身在最下层的他，身为火箭，各位请在各自楼层做好准备。这里开始是游戏区域，大门开启，好吵。刚才那个广播是在说什么呢？看来是用哦，但是使用了，就该没看到的选项。Floor 第六层，电梯停了。这里是建筑物室内，感觉好奇怪啊。总之，出口在哪里呢？什么？苍蝇在垃圾上飞舞着，集中很多垃圾。是马路吗？很像马路哦。快走吧！奇怪的声音，这里真的是个没有印象的地方。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呢？墙上贴的新闻报道有没有写什么？能知道这里是哪里的？无差别连续杀人案件，叉叉年叉叉叉月叉日于叉叉州于叉叉叉叉的道路上发现了一名男尸尸体，遗体有被利刃切割，严重伤势，目前将之定位为杀人案件进行搜查，不然是什么自残案件吗？自从上个月起，本周发生了连续发生几起本案作案手法相似的杀人事件。由于被害者之间找不到相关共同点，附近的居民皆为那该是无差别杀人事件吧？是杀人案件报道吗？心破旧到无法阅读，看垃圾跳舞。我可以回去吗？等一下。可以回去吗？不想回去，我想先去的地方。是个像暗巷的地方，要进去有点可怕呢。好吧，我知道了。就再往前，往下走，可以往前吗？这边？那写字吗？快进去吗？这地方。所以暗巷都不能进去哦。好吧。右边还是左边？右边，惨贼，好吧，我们小萝莉提不起那么重的铲子。或者什么？哦，小洞可以进去。门上锁了。好，记得 shift 都可以跑步，都忘记了。冲啊！看苍蝇跳舞。看一下，蛮好奇。啊，不是，那只是节省变一堆什么恶臭什么的。有个逃生出口，标志写着 EV 电梯通道。在这里有电梯吗？但是打不开。明明有出口通道，怎么打开呢？得找到能打开这道门的方法。要不要去还没进去的地方找看看呢？还没进去的地方应该就是指那个吧。进去啦，欸，可以，呵呵。老旧的床垫，喝完的空瓶。哦，走。我们去另外一个暗巷。哦，巷弄杀人案件，叉
叉叉年叉叉月叉月叉日与叉叉周的好多叉叉叉再次发现的尸体，在镇上暗巷发现了附近的居民遗体，虽然看得出是十几岁的少年，但身份不明。遗体遭受重刀伤，目前以连续杀人案件方向进行搜查。连续杀人案件，有涂鸦，明明是建筑物里，却像……我们该不会被这边被？被暗杀之类的，铁锈的臭味。获得钥匙，他该说什么？好像是左边，我看到他左边，左边应该是，不是先试看这边吧？可以吗？哎，真的是这个。都空的，没有水流出来。某种药剂。哎，等一下，连续杀人鬼，差点好多叉叉的工厂内发现了 John Smith 26岁的遗体，因其身上切割伤，此次视为在镇上引起遭到连续杀人鬼。然后工作怎么 John 26岁是个青面神好青年。发生事件点，据传他跟同事说明天就会领到新车了，的隔天就死掉了。好可怜哦，明天我要有新车，然后就死掉了。然后不是因为什么车祸，是被杀死了。超恶的，这个有什么可以？类似这什么？这种小房间，中带点心。哦，所以这可以躲嘛，对不对？所以等一下如果什么遇到什么危险，从那躲进去就可以了。真聪明，赞哦！什么？我才进去就是。应该都没有哈，都没有哈，应该都没有。走喽！然后嘞，就断掉了。线索断掉了。我想一下，我现在目前身上有，等一下，按掉干嘛？还没有开封的装袋点心，天花板上的洞里有只小鸟在叫。要是给它食物的话，会靠过来吗？为什么你要给它食物啊？它会吃这个吗？吃它的点心袋。惊叹号，可以走了。欸，它受伤了。有一只翅膀上都是血。来，你要吃这个吗？太好了，可以全部吃掉，没关系哦。好可爱哦，吃的东西，但是还飞不起来吧？得治疗它才行。没关系，乖乖不要动。这样就好了，但是我还是担心，所以要带你一起走。获得兽像的小鸟，这次有什么用？我可以爬，不行，太矮了。对面传来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小鸟好像很害怕呢。通道被关起来了。
不可以逃啦，很危险啦。来，你要去哪里？等一下啦，干耍我！天啊，怎么中鸟啊？不用怕哦，我们抢出去吧，好吗？所以，我猜我要逃到那个箱子，对吧？存在，可以存好多记录，然后存在记录3好了。好，没问题。我的，等，太快了吧！你看，一二三就死了。完成！啊，那家伙跑哪去了呢？在这房间里吗？门锁住了，打开算了。离开了吗？没有回来了呢。得在被发现之前从这里逃出去吧，要是被抓到大概会大概吧。这只小鸟已经死了，先存个档好了。是不可以过去嘞？孙悟空的废弃物，说不定可以从这里打开起左边深处的门，这是锁住的吗？过去小鸟那边吧，小鸟这应该在这哦。啊！天啊！鸟是无辜的，好可怜啊！地上又一滩血迹了，连续杀人，连续杀鸟犯。不能进去，好，那应该是直接往下一层走了。嗯。哦，埋这边，不对，这只小鸟不对，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不该是这样子，不该是这么可怜的样子，嗯。得把这只小鸟治好才行。没关系哦，已经不痛了。我来把小鸟修好。天啊，会不会有点猎奇啊？我听到东西插进去的声音。我要把它缝起来。好厉害啊！我觉得女角应该是天生裁缝高手吧。还是什么手术外科医生之类的，从他肚子掉出钥匙，太厉害了！啊，钥匙应该是那个吧？我猜钥匙应该是那个门，这个，哎，不是吗？
这里是有个写着 EV 电梯通道的开关按钮。按啊，按下去啊，应该是开启了。如果这样子能逃出去就好了呢。应该不会再被追杀之类的吧？哎，锁起来啊！哎，不会吧？等下我要。感觉要跟他拼一次的感觉，以防万一再存一次。可以藏吗？不是吧？在天花板呐！来来来来！天哪，太慢了！谁要等你啊？啊，这是蛮顺利的耶。B5